今天是2024年2月5日星期一，视频的开头我们先看一下海外音乐榜。最新一期的马来西亚星星音乐龙虎榜公布了，周深的歌曲《迷途》拿到了周榜冠军，这是该歌曲第9周上榜，并且拿下了9连冠，恭喜周深。另外同样是马来西亚，周深的新歌《痕迹》作为推荐歌曲登陆最新一期买20大咖音乐榜，有条件的小伙伴尤其是海外小伙伴可以支持一下。说到榜单，最近有你榜档期在榜最久歌曲 Top 10 也公布了，周深的13冠歌曲《花开忘忧》以在榜74周位居榜单第二名，也是仅有的在榜超过一年的四首歌曲之一，再次恭喜周深。接下来是小编预告过的《王者荣耀》一句成龙主题片《守路的人》正式发布了，周深搭档杨幂一起出演了本片。除了有周深的歌曲《生活总该沿着光亮》作为背景音乐之外，周深还贡献了不错的演技。记得不久前周深还在腾讯新年晚会上说要在影视方面再努努力，没想到这么快就来了。虽然这次只是一个短片，但周深的演技还是很自然的。不知不觉中周深已经在影视圈做了一些小小的尝试，期待有一天周深能够真正成为三栖明星吧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话题杨幂周深首次合作拍短片也登上了文娱热搜。最后中国文联百花迎春晚会正式官宣了周深的加盟，播出的时间是在2月10日和2月11日，其中网络播放的时间是2月10日大年初一上午11点，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各个网络直播平台，一起守候周深的《繁花依旧》。这首歌你期待吗？欢迎留言评论，同时欢迎订阅我们，每日都有精彩更新。